常是说，书柜倒了要想必须想办法才能进去。嗯哼，嗯哼，书柜倒了，那我们把书柜敲掉嘛。哎、欸，哦，那我刚刚捡到的。对啊，还有没有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角落可以捡？卡关了、啊、怎么办、啊？卡关了，真的。关了，还有爸妈主卧房啊。爸妈主卧房也没有爸妈的钥匙，对啊。为什么、嗯？为什么家里的钥匙自己都找不到啊？绝对很有问题啊！我们可以等爸妈回来再继续吗？可以，可以啊，这样比较快，我觉得。我觉得要半夜这边找。对啊，网路线断线就打电话得中华电信就好啦。对啊，叫他们来修啊！我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你网路长断了、啊，可怜。没有啦，其实没有这么长断啊。我觉得可能花园又有什么东西。可能花园有夜市吧。花园哇，这太酷了哇！奇怪，怎么都没有？嗯、还是要爬墙？爬墙、嗯？我们能爬上？我们只是个小高中生，有那么强吗？小高中生？对啊、小小的高中生啊，连大学生能熬夜他都不行，真是可怜啊！可怜啊！纸片，你平常有没有熬夜？当然啊，废话。你像他为什么？为什么他会抱怨高中生不能熬夜？我不懂、啊。不知道啊，这很奇怪、啊。这里有一个箱子哎、欸，我发现了。又有箱子、啊。又是一个繁星的碎片，哎、欸，好欠哦，藏在这，所以我们有三颗了，三颗了。我们是要组成七颗，然后可以实现愿望吗？不晓得哎、欸，搞不好会有神龙降临啊，有可能哦。到底在哪里啊？还是可以蛋糕？桌子下面不知道有没有？桌子下面没看到、啊。好吧，应该这种设计应该很难。投资器没东西了，我们卡关了几天。对啊，好惨、啊。找桌子吧。好惨、啊。慢慢找啊。我觉得搞不好在画里面，你不觉得家里的画实在多到不可思议吗？看到就打一下，哎、欸，我、哦、看错了、嗯。你不觉得家里的画多到很诡异的境界吗？各种老梗了，家好有钱哦，真的，都石英砖的。哦，不然就在天花板，慢慢找。慢慢找，可是天花板我都看得差不多了，还是这里。也是。啊，跳。往上跳，他说没跑酷，我不要乱来。没跑酷，而且跑酷这种事不是应该交给你，不是交给我吧？其实只有两层而已，没什么好跑的。嘿、欸，嘿、欸，结束。还是在马桶这里？有可能。照看了。这里有两个按钮，还是要先开热水再开冷水，这样才会有。嗯。哪那么酷啊？哎、欸，漏斗里面有纸片。漏斗里面有什么？有。哎、欸，漏斗有两张纸片。漏斗又是两张卫生纸哦。错。莫名啊！你为什么要捡人家的垃圾桶啊？我不知道啊！你为什么要翻垃圾桶啊？而且都是被揉得烂烂的，就没有一张好的吗？想擦个屁屁都不行，是不是？对啊。搞到身边都有大便了。可以不要讲的这么恶心吗？我回我的房间看一下好了啦。我让我跟你上去，身边带小羊。哎、欸，牵羊实在是，很屌了。你的羊已经脱离了，他不爱我回得去吗？小帆。嗯，搞不好家里又多了什么东西，有这么神奇吗？网络好像断线了，都怎么都连不上，你又去拨那根控制杆杆了，是不是？对吧、啊？被发现了，都是魔友、嗯啊。把刚刚那什么繁星丢给爷爷看看，繁星插在爷爷的哪里？的香炉里面。对，香炉里，我老好像不要的样子。欸哎、欸欸，怎么啦？怎么啦？卡关啦？怎么啦？继续戳话吧。嗯，继续戳话、哦，我们只能做这种事情吗？可怜哦，让身体磨蹭。我们现在只能抚摸话。等一下，哎、欸、哎、欸，把这个玩具车放在铁轨上，是不是就 OK 了？哎、欸、哎、欸，哇，这机关太酷了、啊。有没有希望？没有啊，没有。哎、欸、哦，我可以坐着矿车进来了。哎、欸。可以哦耶哦耶我进来了太酷了、就是这样子哦、地下室门锁、open 了那我们要把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啊对啊我们要怎么哦真可以啊真可以啊从这边跳出去就好了从这边出去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家怎么长成这样啊哦好诡异啊平常到底怎么来书房的他说刚刚说柜子倒了啦本来没有倒的啦莫名其妙好了，到地下室了啦！可怕的地下室！哦，好黑啊！哎呦，这是车子哦，为什么还在漏水？欸、家里有漏水的迹象哎！对，难怪会有水声。这是什么？想当初小时候，我都坐在这边看着小妹一起聊天，小妹都长大了。
所以他爸都会带妹来家里就对了。对啊，带50个妹、哎、啊，50妹，还不错。地下室都在滴水，肯定又是哪边的管线爆了，管线爆了。太棒，我们又是水电工。这里还有字，哎、欸，有字。小妹家，哎、欸，是不是要把小妹拿来这边、欸？有可能哦，我把它牵过来、啊。好啊，这里又有卫生纸，又是皱皱的卫生纸，卫生纸又两张了啦。我找到小妹了，你把小妹牵下来吧。来吧，来吧。来，乖乖乖！哎，这里什么？小凡为了防止你熬夜不睡觉，我给你设了定时断线装置，早点睡吧，爱你的爸妈。哇，这太酷了！什么东西啊？爸妈留纸条嘞，爱你的爸妈。看来网什么我哎，网路线被安装了定时器，我必须想办法摧毁它。看有没有可以投射的工具。为什么他爸妈这么心机呢？对啊，他爸妈。哎呦，我没办法把小丸牵下来。哎、欸，他卡住了。我又找到一个繁星碎片的了。哇，这么你继续牵小羊啊！按一下这些按钮。哎、欸，你帮我牵羊好不好？把他打过来。你连羊都不会牵是不是？说不理我，好坏、啊。我帮你打了，我帮你打了，好不好？我再打打羊屁屁。哎哎哎，打不动、欸，打不动，我推好了，帮、啊、你推了，帮、哦、你推了，推羊可以吧？好像没有两个人啊。这个小妹太重了，你拖不动是不是？哦，我轻的跟什么一样，对吧？喂，进去，有发生什么事吗？我卡住了 again。有发生什么事吗？你不要再把它牵出来了，好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它出来，它自己出来了。哎、欸，看来不是放在这啦，我们被骗了啦！啊，纸片都丢给你啊，皱皱的卫生纸拿去啊。都给我，都给我。13张了，这里还有一张啊，这里还有一张啊。到14张啊，太棒了！为什么要集这么多卫生纸啊？看一下这个啦，集满卫生纸可以换成什么碎片？有没有？他们家的那个车子没有门牌、欸，没有车牌、欸。可是，哎、欸，等一下，车子在这，为什么会有奇怪的声音？对，为什么会有红石机关启动的声音？嗯，令人匪夷所思的车子，奇怪，非常奇怪，很奇怪，奇怪，是不是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开了？有可能、啊，还是要把羊羊牵到那边、欸。等一下，这里。这里刚刚有吗？哦，有，本来就可以进来的。定时装置，哎，所以我们要走进去。定时装置，我想办法走进去哦，能吗？喂，哎、欸欸，被粘住，被粘住，被粘住，可以跳进去吗？奇怪，哎、欸，被粘住，搞不好可以哦。喂，啊，不行啊，不行啊。哦，为什么？不行啊，不够高啊，啊跳不够高，不行。哎、欸，这里，这里都不行啊。还可以跳在羊身上，然后再跳进去。你办得到我就称你为神，好不好？那还是不要好了。我还想被称为神。如果你办得到，我就叫你纸片神，好不好？真的吗？那我试试看好了。哎、欸，我哦，这个、跳进来过了，欸、跳进来、欸、已经跳进来过了、哦，不是新东西。难过，难过，难过。我觉得还是跟小羊有关的、啊。跟小羊不可能平白无故有个牵羊神。对啊，要把小妹带进去是。可是他会乱动啊。能绑在这吗？绑在这里就不会乱动啦、啊。有没有东西？哦，看到了。绑在旁边啊。他走在那边。哎、欸，跟小妹，你把小妹牵进去的时候，然后我踩这个压力板应该就有用了。来，乖乖。好了。这样子。欸、有了，有了，有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开了什么东西？哎、欸，哦，又是星，怎么又这个、啊？繁星的碎片，我不要这个啦。不用这个哦，我有点难过。所以我现在有几个、啊？我这边有一个，我这边有4个，有5个，啊、差2个，差2个这样。我有点难过哎、欸，好难过、哦。哎、欸，还是要按这些按钮。我觉得应该不是，旁边看起来没什么机关。是吗？不是按这些按钮。没关系，我们再收集2个碎片就好了。应该有其他地方开了吧？我觉得。真的吗？对啊，我猜。再按一下、啊。再按一下轮胎，嗯，再按按，再按按，还是上面的门开了？哎、欸，上面的門看看啊，看看啊，什么上面的门？就是他爸妈的房门。真的吗？哪有这么夸张？哪有这么远的啦？我按呢、啊，有吗？我去看看，我去看看，有吗？没有，他爸妈房门没动。这不是单人的吗？你不要想的这么难好不好？像也是哦，一定是这里可以走进去。照我看，照我看。一定是这里有哪里可以走进去，那我坐在马桶上等我想一下好不好？好啊，
让我思考一下。可是你看起来没有坐着啊。我不是按着 shift 吗？不是 shift， 只是身体斜下来了。这样才就可以便便啦。好吧，那我帮你关门啊，没有门可以关。没有门可以关，他家里竟然没有门可以关的。嗯，厕所竟然不关门的。会不会有那个矿车藏在那个书柜里面？有这么夸张吗？我记得以前不是有吗？之前玩那个地图，之前的陷阱是不是？哦，超简的。离开，我玩超久。起来，请起来。好，起来了，起来了。试试看啊，搞不好有。还是有没发现的东西。这里又有一个箱子，又是繁星碎片。六颗，再一颗，再一颗，加油。又是繁星碎片。我找到钓鱼竿了。钓鱼竿。说，难不成跟钓可以投射的东西？走吧，我们去地下室吧。好吧，终于找到了。所以刚有什么按钮可以戳的吗？是不是那个他说要去投射？我不知道要投射什么。哪个？你带我去。这里啊，他不是说这里有一个告示牌，我必须找到摧毁他的装置。你摧毁他吗？戳。出来了。戳。然后出来了。那不是时钟吗？对啊。悄悄声的跟我说，破坏掉定时装置，快回房间看看网路吧。走吧，走吧。回房间看网路。我觉得一定没这么快结束，因为他爸妈房间都还没开，他弟房间也没开。说不定能上网就好了。然后他爸就说：“嘿嘿嘿，你以为这么简单吗？”按下去，按下去。他说什么？网路连线中。No。连接网路被阻挡失败。请从网路主机端设计。那下面的等你讲啊。他说，我记得之前老爸在地下室弄丢主卧室钥匙，来去找找我看。等一下，他还有那个什么，居然从主机上锁，可恶！要去爸妈的房间看电脑设定了。所以我们要去老爸的房间。老爸还蛮厉害的嘛。然后他说钥匙丢在哪里啊？钥匙，他地下室。地下室主卧房钥匙，就是地下室。我们刚刚在地下室摸了这么久还不够，没看到，说不定拨那根控制杆就有其他，有可能。你说什么？笔电呢？笔电啊，下面有一颗圆球球，那是什么东西？捡到一颗鸡蛋，可以插进去。我也是 CD， 捡到一颗鸡蛋呢。鸡蛋，你把它丢了？我把它丢了。好吧。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不知道啊。再按就有啊。